他们楼梯上。欢迎入座。今早为我们首奖环节来做客，一路手机出表，一路来抽出。昨天晚上我们会看到两支国外队的比赛，意大利和美国队的比赛。明天晚上第一场印度和美国，第二场神户和意大利。谢谢严总对山西篮球事业的大力支持，一个好。
然后呢，陆陆展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小品，是我们的玉兔的最新的高科技的产品，手表，手机手表，一部106，打开，陆陆打开给大家看看，106区九排12座，有没有在？106区九排12座。好，我让工作人员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哇，这个手机手表太漂亮了。苹果106区九排12座。好，稍后我们的获奖者的球迷到我们的记录台这边来领取，找我们的助手领取，把你们的这个球票的证据，106区九排12座。 OK， 好，下一场呢，我们的下一环节还会有抽奖，稍后还会有我们的麦克达杯跟护具礼物由我们的助手来发给大家，然后我们再第一场和第二场之间，下一场比赛之间呢，我们还会说。